光下新闻，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童长英，也下播个新闻。由夏威夷主办的康哈雷光下，光下出品人才培训营，在2020年20日。连登两场拜六礼拜日，开办汉尼正营班、老汉尼广播训练班，两班共80名，来自全台各地汉尼流入，并且对汉尼广播有兴趣的学员，分别在交通大学、客家文化学院、老中央广播电台来上课。杨翠从数科重点编采媒体运用、广播媒体人的使命老师们认识。设计相关的课程，告诉好演唱行业经营广播节目企划制作同录音制作课程，其他由专业课程培育由制作老主持能力的光学出品人才，中下客家文化传扬的人。礼拜有请专业先生老广播金钟奖的主书课，希望请到行业广播主持新人，并提供好业成功展现的机会老舞台，有请监督人向下来讲下。以上新闻由童强燕报道，三毛书堂。阿妹啊，我进来啊，我家家去报名，报嘛个名啊？12月1日拜六，乐队成功路跑，参加社工的双发布山，走全程有奖牌哦。安布头有语文表演，客家潘早戏文戏草，老模彩，年年有奖哦！想打电话0931955975，客家空下来哦。头摆嘅事情，头摆，你还记得么？头摆嘅事情，头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凤阳书堂共下广播电台，我是 QQ 金，也下谈到的歌是沈永涛阿涛哥的《头摆事情》。今天您唱到阿托哥的旧盘落吉风，瑞瑞阿能讲阿托哥的故事。逢人吉风，大家好，我是阿风，我关系来的老阿托哥昆阳啊，家己写书的吼，是在多个人谈改编啊，佮有一条歌叫做《纤纤河水》吼。是讲家阿公哦，带起钓五七五水啊，报名啊，伊要求水的时间啊，是下多的那片啊，对面个凤山海对面那片的南山里啊，求水过去啊，去头长人的梯头啦，有人人吼、哦，伊是下去罗书院十九，报名呢是看到一张老相片，讲看到一只奥地上的。博开那个梯条啊，阿杨提讲哦，头摆四十个啊，你头长人的梯条啊。感谢志宏听艺人介绍阿涛哥，本面艺人来唱一下阿涛哥的《勇敢山》。孤烟下滩，勇敢山；孤烟无限，勇敢山；涂抹不娘，勇敢山；希望听到木敢木山。金本爷用袈裟，我的天公爷又用袈裟，俺用的人生莫袈莫裟咯。俺的穷命按到朝三暮四，人不住，后宫罗地方，后妈常爱仙，阿翁张少贤，西安翁阿飞。后宫来耶，娘是就有东西好吃嘞。有规矩才会好么？你看别个后妈，那又像你暗晒耶。小花吃饱长有样，后心后胸，哼。莫笑莫笑，大家都有福啦啊！唔上去啊！
阿婆啊，你好旺啊，老太家讲啊，今天休息不好啊，过做上头事的，我走了。休息不好，也是嘛个意思啊？唔对好嘛，常会上毛，唔会上脑。休息不好，就系讲水果做唔得，不对青菜色色都爆啊。啊，给我娘个神啊！罗小姑啊，今年米国休息唔好，年啊都会冇好事咯。该条后啊，你就莫管几条嘞啦。罗后嘛，我又没做得到，唔管系年样系后啊，全部是挑命啊。这个讲啊，个后啊，唔是个农家，唔系老恩强个粮食啊。两个弟啊，你都系去散毒。咋果子不该到黑我时不过你还当球没落水嘞果子怕黑会比往年还那少哦落黑嘛该不过是他三斗养着的爱两头你的啊没事老该黑我讲着哈妈该你又一老黑我惨相你是不是阿大妈秀到啊老黑嘛，那个娘没那么秀多嘞，该得黑啊，个头脑啊挺聪明啊，你莫小看人家黑啊，人家村畜生吼是黑这人种啊。阿王啊，俺能参详一下，请求莫落水嘞，山东的果子啊，比王爷还小钱多啊，你冤大家的下。天公爷啊，大早啊，开始恩师是各自是限制的数量。大早晨啊，是三只时候，俺不挑是四只。但大家有很多各自的时间，让来大家放心心啊。阿峰，早晨挑三粒各自三包。杜吉耶，杜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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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到上海用板，后讲出讲嘞，竟然书生唔好。唔管嘛个书生，落后的血爱点，就会负责不爱的失败咩？错冇啊？错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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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也着兄弟姐妹，但落后的过来比爱点，就本己好看。你都根本系样办，唔伤害我哈！刘先生，果子暗头写的果子，拉什么啦啊？搞什么用啦？就是写的果子啊，暗头三只果子啊，哎呦，中拉你呢！罗后姑啊，你只后啊，当年是七粒果子，唔管系招生三粒，俺不挑四粒，还系招生四粒，俺不挑三粒，唔系都强融咩？你变来变去做乜计呢？罗后嘛，你后子的感受你就同冇强融啊，因为后子顺几条想法冇硬壳。俩都孝子啊，欢喜啊，应是放心。哎呦，咩情好嘛？俩咪情入土里啦。